你是朱一卫派来的奸细！我不是！你还想狡辩？你两次跟朱一卫接头，还在房梁上监视宁头，我跟老钱都看见了。楚国人不会跳胡旋舞，烤肉的时候，也只有安国人才不吃茱萸。 难怪你在府衙会帮着那个申屠赤，还敢找国殿下。可怜宁头英雄一世，却被你这个妖女蒙在鼓里，受死吧，朱一卫的奸人！就凭你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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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